可能也有点累了，还有就是我们亲爱的朋友们可能这个赞赞的数量也差不多了，我们就直接截屏抽取吧。好的，好，把这张专辑送给大家。好，我们这一轮送几张？两张？三张？两张？两张吧，可以。好，大家继续也点起来啊，赞赞也继续点起来，我们继续往前冲一冲啊。谢谢，对，谢谢华大爷，太阳照大地，手都拍红了，您还没加粉丝灯牌呢。嗯，谢谢贝，咱俩好亲。谢谢宝时光，对，宝时光，好的，已经刷起来了，刷起来，左上角点是我爱黑鸭子哈，亮我们的粉丝灯牌就好了。嗯，大家也冲一冲，继续点。对，继续是我爱黑鸭子，大家公屏刷起来吧。好，来刷起来好吗？我们来抽取一下。嗯，好的，是的，可以了。熟悉的名字，倒计时吗？好的，倒计时，好，五、四、三、二、一，截屏。看看是哪位朋友，这位中奖的朋友叫做平常心，恭喜恭喜恭喜平常心，你中奖啦。好，我们再截一个，谢谢谢谢大家，谢谢幸福时光。嗯，谢谢大家，继续刷呀，继续刷呀啊，漫步者。好的，五四三二一，截屏。哪一位，这位中奖的朋友叫做西域风情，恭喜恭喜恭喜西域风情。好的，那么今天呢，我们这个号呢就直播到这里。是的，刚刚哎，怎么掉了？刚刚我们那个，那个没关系。生活号呢？对，时光漫步，你想要的话，请点关注，然后点到我们黑鸭子的粉丝灯牌，然后就会，谢谢葛姐，就会中奖。谢谢大家的光临，我们上这个生活号上去聊会儿天好吗？对，欢迎大家都过去啊，对，都过去，都过去一块聊聊。葛铁，你经常参加我们的这个直播间听我们的歌，你就会有机会中奖。葛铁今天今天第一次来，然后也很感谢，谢谢大家。那我们生活号见吧，马上马上见，一会儿见。